现在稍微把双脚稍微张开，然后坐直，挺胸，然后肩膀要挺行，好吗？我们从肩膀开始，慢慢往后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往前，一。往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后一遍，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抬头往天花板望一望，然后深呼吸。吐气，再次深呼吸，很好，我往前，然后慢慢的点一点头，往下看，放松脖子，还有那个肩膀，深呼吸，在吐气的时候放松，好，往前看，慢慢的转右，继续坐直，深呼吸。慢慢往前，我们转去另外一边，坐直，然后深呼吸，在吐气的时候继续放松。好，我们往前，现在我们轻轻的抓住椅子，右手慢慢往上提，好，弯向这边，放松脖子跟肩膀，深呼吸。很好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然后慢慢往向这边继续放松脖子还有那个肩膀，记得那个头不要垂下去，身体要感觉到拉伸的感觉，然后再回来。好，我们继续坐直，现在我们转右边，手臂轻轻的抓住椅子，继续坐直，深呼吸。很好，我们回来原位，然后转去另外一边，也是轻轻的抓住椅子，坐直，放松肩膀脖子。好，我们回来。好，最后热身的动作，我们往前，往前一点，然后脚步也是往前，双手放在大腿，然后我们那个背就微微的弯曲，点一点头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我们往前，膝盖面摸一下，然后就放松，再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再往下放松肩膀脖子，深呼吸。好，我们慢慢回来原位。好，现在我要教你们四组动作，第一组动作非常容易，就是慢跑，自然呢，就像在公园这样慢跑，慢慢的。那如果你要快一点点，我们可以加快速度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很好。我们再放慢，不可以加快速度不要紧，就继续再慢慢的慢跑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加快速度，可以快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累了又可以放慢脚步，一慢慢的回来，呼吸，继续呼吸。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更加快，不过不要紧，可以继续降的速度，好吗？好，最后一次，预备，开始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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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最后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放慢速度，放慢速度，很好，好，就停下来一下。下次动作我要教你大功夫，我先教你脚的动作，
右脚往前踩一步，一二，然后往回，三四，左脚五六七，好，往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加手部的动作，双手握拳头，我们右手往前挥一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样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脚跟手一起动，好吗？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好，放松手臂。然后我们现在第三个动作，两手就是往下，可以在大腿的下面，我们往上画一个大圆圈，然后敲敲门，然后放松，再一次往下，然后一二三四敲敲门，放松，一二三四敲敲，放松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敲敲门，放松，最后一次，一二三四敲一敲，放松。最后一组的动作就好像打篮球这样，我们先转去右边，然后就好像有两个篮球这样，拍一拍，另外一边拍一拍，然后现在单手往前拍一拍，拍一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在单手的部分，我们可以两双脚再张开多一点点，就像单手，然后再换，慢哦，再来一次，然后之后再回去原位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单手的时候，五、六，换手，七、八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最后一次，一、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再从头做一遍好吗？准备开始，慢跑，慢跑，慢跑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的话，我们加快速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做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慢慢，一二三。慢的呼吸，记得呼吸，放松。来，我们做最后一次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再快一点点。准备开始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最后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放慢脚步。下个我们是做那个功夫的动作，我们右脚右手，好吗？来，开始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再来一遍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最后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三个动作我们往下。来，画个圆圈，一二三四，敲敲，放松，然后一二三四，敲一敲，放松，一二三四，敲一敲，最后一次，一二三四，敲敲，放松，篮球往右边，一二三，单手，五六七，回去原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最后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
七八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们现在做缓和的运动，好，放松，然后坐直，双手伸直往上，吸气，然后吐气，放松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然后吐气，放松，然后右手好像在擦桌子这样，我们往前面画个半个圆圈，碰一碰肩膀，换手伸直，擦一擦，再一次，继续呼吸。好，我们擦桌子，擦一擦，好，回到原位。好，现在甩甩手，放松关节，然后可以的话甩甩右脚，甩甩左脚，很好，谢谢。